宋文华首度在春训热身赛中上场，面对高阶一A的打者，主投一局被挤出两支安打，送出一 K， 没有失分。最快球速来到151公里，太久没有丢了，半年有了吧？因为去年秋训的时候，就可能状况不太好，然后就觉得说完全停下来，他怕我会投到失忆症这样，因为今天。 可能一局吧，所以自己会丢比较出力一点，所以感觉可能有些球位置不是很好，可是球的感觉速度还还不错。小松的表现也让在场边观战的前辈郭宏志桔梗博轩对这位小老弟赞誉有加。有啊，今天丢得很好啊，对啊，在旁边看就是好像看到很年轻的自己一样，对啊，什么天不怕地不怕的，一直投直球。 那今天你会看到前面全部都几乎都直球，那这也是一个很好让他学习的地方，这是不同的环境啊。捕手可能不是像在台湾的时候这么了解你有你的东西是什么。那我有跟他说，你不想要投直球，你就是摇头。那最后他就是把他的武器投出来，也相当高兴。